有时候就会死掉。诸位，大家都想求生极乐世界，都知道要诸恶莫作，众生莫及，要念佛。可是问题来了，心不够清净，固执己见，有时候起一下贪嗔痴，原谅自我，这个就是啊，口念了，心不行。那我们修净土法门念佛的人一定要牢牢记住，心净则国土净。有一个人问师父一个问题，问得很好，说师父，我现在深信切愿也一定要往生，我诸恶莫作，我众善奉行，我听见我闻法， 我听慧律法师你的话，我转化自己，我真的很境界，我对净土深信不疑。但是师父，请问如果我今天出去突然被车撞死，往生佛？我跟他讲，往生，百分之百往生，就是车子撞死照样转化，因为你的能量够，不是肉往生极乐，不是肉体气的，是你的心事，是你这一辈子生前一切修的善根福德因缘，这是中国报，决定往生，毫无疑问，绝对往生。那有的人 就说，那师父助念不是更好吗？我说对啊，没错 啊如果他这个人前世是撞死人，这辈子来学净土法门，他是最后的果报被撞死，难道上半辈子所修的那就不是功堂捐了吗？修习佛道功不堂捐的，接下来能临命中能够助念，当然是一种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才有办法嘛。所以真正的净土是在时时刻刻在转化的工程，心的转化工程，一定要把你的法入心，转化成般若的能量，时时刻刻破无明，转烦恼，没有习气，没有种子，修行这样点点滴滴的，这样如实修行，纵然在你临命中有生重病。有的人讲说，师父啊，我有一个爷爷很精进，很精进啊，那么师父你的往生辈他都准备好了，但是现在老人呢、啊、老人家有一点退化，请问师父这样能往生吗？我说照样往生。哎，师父你有什么根据吗？我说远的不讲，讲我爸爸，我讲我爸爸就好。我爸爸一天念往生咒上千遍的，一天念佛念两三万声，佛法也不是懂得很深，不是懂得很深。80岁的那一年，我去看他，去台北看爸爸。那个爸爸退化很严重，啊！我问爸爸说：“爸爸，我是谁呀？”我爸爸说：“啊，自己人啊。”啊，就是讲俺妈丢了。我讲。爸，我什么名？我什么名字啊？啊，我爸你啊！啊，你嘛丢呢？伊嘛我呢？哎，因为我知道他退化了。好，可是呢，他退化，他全世界都记不得，可是他记得阿弥陀佛。退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退化还记得这一句，不错了。
八十二岁那一年往生了，你知道吗？那个来换衣服的人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身体这么柔软的，软到像马蹄一样的，像没有骨头，面貌如生，头顶是热的，头顶是热的。他每天都精进念佛往生咒。当然还有一个不错的因缘，就是生了一个不错的出家的儿子了，这个是他的真上缘了，这是爸爸的真上缘，回去就跟他加持了，盖往生被金光杀。哦，那个来帮助的就说，哦，你们这个阿弥陀佛很灵，没话说，真的，我们回去也要念佛了，要念佛。你看啊，爸爸上半辈子精进用功念佛，年岁稍微大一点的，有一点退化，百年后往生，面貌如生，啊，全部都是柔丸，非常的吉祥，头顶是热的，因为我有去触碰，你就知道。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修行法门有信心，那么现在大家还来得及。接下来说，大智慧到彼岸，此心心行不在口念呢、啊？啊，不在口念。如果口念呢、啊，嘴巴念一念呢、啊，心不去想，没有用的，不相应的。六祖说了，一切法应当好好的关照，一切法缘起如幻，一切法如化。缘起一切法假象如露，亦如电，意思就是万法空无自性，如幻如梦，如露如电，口念心要行，那么这心跟口就会相应。在座诸位哦，修行不是写论文的了，读大学的时候啊，说我今天呢，这个论文啊自己写不来，请一个别人啊枪手啊写一下论文。这个修行啊，了生死可帮，别人帮不了你，生死是你自己的事了。你今天你躺在啊这个棺材，别人不能取代啊，不是写论文啊，说别人呢、啊、稍微帮忙你一下。写写论文啊，这个帮不了忙的，你躺在那边是你的生死啊，你要自己来啊。这个时候你一辈子的功夫在棺材里面就可以显现出来啊。所以说棺是天才啊，盖啊，天是棺材盖啊，地是棺材底啊，无论闯哪里啊，总在棺材里，你逃不掉的，逃不掉的。生命只有一种工作要做，就是提早觉悟。你所追求的东西，如果是生命，那就叫做不究竟。现在的人啊，生存已经很困难的，物价又那么高，痛苦的指数啊，一直增加。要搞一点小生意呀，啊。全部都赔光，又要生存，现在啊，现实是很残酷的。所以修行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家居士要修行，又要护持三宝，赚点钱，然后呢又要啊在工作上努力，所以在家居士了不起的啊。口念要心想，则心口相应。本性是否？佛在哪里？为什么不可以三世降见如来？因为本性就是佛，那一颗不生不灭的清净之心，那才是佛，那是真佛。你看那面相庄严，那个是假佛，离性无别佛。
哦，我们就晓得真正的佛来自真如自性，不生不灭的真如自性，无别佛，离性无别佛，离开的清净自性，没有佛可说。何名摩诃？啊，摩诃，摩诃翻译成中文叫做大，大就是大啊。我们常常啊在讲摩诃萨，摩诃萨啊，这个老菩萨不晓得摩诃萨是什么呢，他就躺着摩诃萨了，跟我的菩萨摩诃萨，哎，摩诃萨，摩诃是大的意思，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六祖也是这样比喻的，我们的清净自性其实就像虚空，但是我们把它做得太小，变成一个小人了。虚空法界尽是佛，唯有一人，唯有 一个小人就是我，找一个我相就是小人了。虚空法界嘛，尽是佛，其中唯有一个小人就是我，找了一个我就是小人。本来胸量那么大的虚空，现在变成弥天了。啊，他一讲诶，上好给阿等教阿多，扬长小道，百般计较，每天都在闹情绪，每天都在不愉快，每天都把别人当作是敌人。我们不晓得，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啊，自己内心深处的执着，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敌人。你的敌人不在外面呢，啊。但是你的佛也在你的心中，所以现在就看你了。你的心也可以做佛，你的心也可以做佛菩萨，把胸量放大像虚空就是佛咯，把它缩小起贪嗔痴就是小人咯，凡夫俗子咯。我们的胸量本来就是佛，无有边判呐，没有界限。什么是佛？没有边判。什么是佛呢？佛有什么形状？佛也不是方形的，也不是圆形的，也不是大啊，也不是小。那佛呢？也不是青色，也不是黄色，也不是赤色，也不是白色，没有变判，无有方圆大小，也没有颜色，亦非青黄赤白，也没有上下长跟短，没有，亦无上下长短，通通没有，因为没有形象，没有颜色。真正体悟到圣道清净自性的圣人，就像佛陀，佛陀的心中无嗔，无嗔在经典里面讲，百千万亿的众生来到佛前辱骂佛陀，打骂佛陀，经百千劫，佛陀不起一念嗔恨之心，那是真正的佛。何以故？诈杀不出有，这是经典的比喻，能结经的比喻。我们压榨这个杀，杀就比喻佛，榨这个杀是出不了有的。你一直用外力去压榨佛陀，佛陀是不会起任何一念嗔恨之心的。我们的清净之性无喜，世间人说喜事就是结婚了，或者是孩子做满月了，对不对？喜事事实上他的痛苦在后面。什么叫做新娘？新娘是什么意思呢？新娘就是水一天，啊，甘苦一世人。
那叫做心灵。他在结婚的那一天就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婚纱纱罩，戴上纱罩前途茫茫，不知道嫁一个好翁还是歹翁，迷人啊，人叮当，你爱就嫁就嫁了，无法度啊，还造成事实了。有上街讲我生做遮水，啊，就结婚啊，就戴上纱罩，前途茫茫。好、哦，哦，这最喜悦的，其实啊，漂亮一天，辛苦一辈子，真的，艰苦一世人，啊，我。不是叫你忘记了，要记你就去记了。我是讲记，无你真快活啦。修行是较快活啦，吼、哦，修行较好啦，安尼啦。所以在清净自信里面，他不会找一种相，特别的喜欢，啊、哦，特别的喜欢，啊、哦，像我现在来的心，的心境，说敢问师父。你现在的心境如何？我不见一法生，我也不见一法灭，全世界都这样走，就是这样啊，不是山就是水咯，不是火车就是缆车就是飞机咯，要不然就是轮船啊，啊坐来坐去啊，啊就是这样子坐咯，啊，不是喜马拉雅山就是阿里山，不是阿里山就是圣母峰，啊。就是阿尔卑斯山，反正通通是山，而不是水，就长江，就是黄河，就是淡水河，就是爱河。我都唔知讲啊，到底是哪里叫哪何处是归处呢？啊，安尼逐工佚佗啊，到底是佚佗到什么时阵叫做知足快乐？迄、那个快乐是要到几时才真正快乐？哦，时时刻刻放下。一念知足，喜悦、知足、充满的智慧，安尼全世界都跑完了。原来如此，找到了真正的出国的目标了。时时刻刻的充满着喜悦，比出国还重要，比出国还重要。啊，像我们有一次、啊、去日本，啊。因为那个时候师父啊要带团啊，信徒去的时候老菩萨说师父我要跟来呀、啊、买了一张票去迪士尼啊，我是团体不得不进去的，那一张票快接近1000块，收得真不甘啊，对不对啊，一切法无所住没有错啊，师父啊你不坐一下吗，哎，人家排队啊，他说对啊，看情形了，看到那个营销会车，对不对？啊，一个老菩萨说：“啊，师父，这个1000块呢，一票玩到底的呢，你要做不做？”哦，这个慧力法师做那个营销会车 啊，被人家造起来，上电视铺上网，能看吗？不可以的，可以的，要有威仪嘛，是不是啊？哎，这再怎么样，还是要装一下嘛，对不对？啊。有一个、啊、老菩萨在这不听我的话，哎，这上单里面写的、啊、有心脏病孕妇不可以做的了、啊。师父啊，不做怎么不是怎么知道呢？出国就是要玩嘛，我哎，你行，没错，那你去玩吧，我在底下啊，啊，师父你在底下做什么？练超度啊，万一你有什么不小心掉下来，刚好送你往生，还是不要讲这么难听的话。我说你上吧，啊，就说啊，这就是排队排队。排队那个音响位置刷很快很快一下来，那个老菩萨讲苏嘎叉的，安尼叫做出国啦，都要提钱，那这音响位置好土，安尼好艰苦，才讲好得出国啦，无都无想出国，你干哪？就是安尼，他不晓得是说，哎呀，我们的心。本质具足的清净智慧，对对，不会啊，啊！人家说：“哎呀，师父啊，那张啊票1000块的。”
说好啊，那就做一下，对不对？就说什么金矿山，好吧，那就没办法，1000块，时间快到了，去做一下金矿山，啊，糟糕了，去坐到那个日本人的后面。あなたは日本人ですか？嘿，我是日本人，的是日本人，因为日本的姑娘做那个金矿啊，我有够衰啦，唔把你七头拄到遐声。不要多了，所以我这辈子刚才不适合玩，好像适合出家了。啊，师父，那你为什么要带团出国呢？为了要超度信徒。哎，要不把你那发生什么代志啊？边也无发生被他也杀，对不对？我拢派两辆往生背，那迄个万一那是一万的孙，哎。这无是也无非的，是我们的清净自性啊，无所谓的对，也无所谓的错，无所谓的善，也无所谓的恶，也没有头跟尾。所以啊，什么是清净自性呢？没有长短方言，没有青黄赤白，我们的清净自性也不会任何的因为一件事情而起嗔恨心，就是清净自性不会起嗔恨心。起嗔恨心，这个人就是逐渐他是凡夫，也不会对某一件像特别的喜欢，无是也无非，无善也无恶，意思是不着善也不着恶，也没有头跟尾，所以诸佛刹土尽通虚空，意思就是诸佛他刹土所有涌现出来的缘起法正报跟义报当下通通空无自性。在这里底下讲一句关键的话，世尊在经典讲，正报跟义报早就有，不早即无。为什么有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正报义报？是因为我们有主观意识承认它的存在，而且执着它，这个世间好像真的存在，事实不然。这个世间如梦幻泡影，是生灭，是缘起，是无常，是条件所构成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诸佛刹土尽同虚空，意思就是万法有等于无。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万法众生的执着着力点认为它是有，但事实上是空，等同虚空，是不存在的。哦，现在很清楚了，我们就是把不存在的东西拿来自我困扰，我们就是把这个因缘所生的假象拼了老命也要去追求。所以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人为什么会痛苦？就是追求的啊东西错误的，追求的东西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诸佛刹土尽同虚空，因此啊，有就是无，有就是无。世人妙性啊，本空呢，无有一法可得。世间人呢，本来呢清净的，啊，殊妙的清净不生灭的，啊，自性呢，本来就空啊，也无有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我们的清净自性是绝对的空，不是比较的空，虚空是比较的空。我们的清净自性是如是的空，无一法，亦复如是。善知识莫闻我说空，便即着空。千万
不要听我说空你就执着那个空的观念。诸位，空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不可以说把实证的功夫变成意识形态的空。意识形态的空是嘴巴的空，正量的空是心形的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六祖说善知识，莫闻我说空即便着空，千万不要我讲到空，空是空无自性，万法当下就是真如的不生不灭，而你却把空变作一种观念，空变作一种观念。这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际空。无际空就是前面所讲的没有摩诃般若，呆呆的坐在那边。所以有的人啊说我要禅坐，禅坐，我跟他讲啊，你那个就不叫做禅坐，禅是充满智慧的，你那个啊，那时候是我叫静坐嘛。我说你的心也从来不清静啊，那也不叫做静坐，那个是只是没讲话。那师父呢，我坐在这个能说禅坐吗？不行。能说静坐吗？方便可以。那师父我这样坐下来那算什么呢？算休息。我在做天门，我暂时休息一下，休困一下，连绵就度过。那样那叫禅坐，这样坐着大家就禅坐，对不对？那有那么简单呢？充满智慧的坐叫做禅坐。所以说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际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啊。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正量的解脱圣人啊，你是可以包罗万象容纳万物的，度量大如虚空。凡夫不一样，一句话就可以一辈子放不下啊，别人也没什么过错，硬要造成对方的困扰，这个就是报复。为什么呢？没有办法像圣人啊含万物色相。所以啊，出家在家要学圣人的心，圣人的心就是第一心啊。所以我们的心包容世界万物，包容能够包容日夜星宿，我们的心能够包容山河大地，我们的心可以包容前沿西涧，这些万物色相、日夜星宿、山河大地、前沿西涧、草木丛林，都离不开虚空。心如来法身啊，等如虚空啊。真正悟道的人拥有第一心，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总是在他的虚空当中。意思就是说，尽管放开度量，我们如来的法身等如虚空，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无量无边宽恕的包容的心性，而我们现在就变得完全是小人，每天过得烦烦恼恼，百般的计较，反复的晚上睡不着。为什么？是因为没有般若的智慧啊。所以啊，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意思就是万法都在我们的如来藏性当中。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
我们的清净自性，只要你证得空性，所有的颗粒微尘，一滴水，一个颗粒微尘，一相，任何一法，都是自性本空。所以这个讲起来很不容易的。佛陀讲空无自性，是告诉你诸法无一相可得，当体即空。佛陀讲缘起有其自性，是为了告诉你啊，要显现千差万别不同的相，为了显示千差万别的相，叫做缘起有其自性。牛非马性，马非牛性，牛非人性，人也非马性，马牛跟人它是有差别的，所以说缘起有其自性。说万法空无自性，是在不立一知不立一见究竟空寂的角度说的。好，要怎么样讲叫做究竟义呢？就是诸法有其自性，究竟处空无自性，要这样讲。缘起有其自性，动物有动物的性，植物有植物的性，矿物有矿物的性，有的植物是苦性，有的植物是良性，众生有众生的性，有的是恶性，有的是善性，有的是般若智慧性，有的是愚痴性。在千差万别的缘起法里面，一定要讲缘起有其自性，究竟处空无自性，无一法可得。讲到究竟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法可得。哇，这个讲起来很复杂。这个又讲到第一滴大空啊，像前两个礼拜啊，我在彰化斋僧讲那个四相的七种第一谛，问了十个在家居士，十个都说听不懂啊，听不懂，没办法，他说太难太深了，只有我听得懂。然后有个居士就说了啊，阿叔，你不讲较浅呢？我讲第一谛都不浅呢，你别再讲较浅呢。第一谛这就是成佛的临门一脚啊，是不是？善巧方便已经够多的，我认为把法推到最终极自圆自顿的终极处啊，我希望我来完成它，所以尽量不善巧方便了，讲究竟处。讲究竟处了啊，所以啊，难的书已经讲过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不简单的啊，你要慢慢的听啊，不简单的是就难的了。我师父说法是从头难，剩下的都是一些不简单，不简单的是就难的了。头前也难，后边也难了哈。初学佛法的讲，哦，真的实在是真正没有碰过佛法，怎么会佛法？讲这样也不对，讲那样也不对啊，讲这样也对，那样也对，这个就是佛法，这就是佛法。我们今天呢，要讲到五点呢，只能讲到五点了，要不我完了金高威了哈，想要继续讲下去，但是他一定要讲到五点了，没办法了。我常常讲哈，长江后浪推前浪了啊。如果有后起之秀啊，我也希望他能够上台跟大家结一个法言呐。感谢主办单位今天让我来这个学习呀。最后剩下两分钟，师父呢做个句诵，跟大家结个善缘。法也讲不完嘛，两个半钟头，事实上一刹那之间就过了，是不是？我的资料啊，还讲不到三分之一啊，要发挥嘛，哈。我们天天忙，心也迷茫，众生呢以妄为真呢，所以啊，这个师父呢就做一个句诵，这个不是什么祖师做的，这个师父自己做的，那么你参考看看。身如柳絮随风摆，心如马蹄疾驰奔，若不言下
尽自性啊，而使能证如来身啊。解释一下，身如柳絮，柳絮知道吧？杨柳啊，柳絮啊，随风飘动的时候啊，吹东边就摆东边，吹西边就摆西边呢、啊。身如柳絮啊，随风摆，这个就是众生啊，每天都很忙，为了事业不得不出国，飞机上吃，飞机上睡，南北台北高雄这样跑，身如柳絮随风摆，这个就是为了赚一点钱，为了搞一点事业，身体时间都投注下去啊，这个就是平凡平凡的众生，平凡的众生身如柳絮随风摆，心如马蹄呀、啊，马的蹄呀、啊，疾驰奔。我们的心的妄想停不下来，就像这个马蹄啊，疾驰奔，一直跑，一直跑，一直妄动，着境以为实啊，执着这个妄境啊，以为是真实的，是心如马蹄啊，疾驰奔啊。若不言下尽自性，如果我们没有在当下见到我们的真如本不生本不灭的清净自性，何时能证如来身呢、啊？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才能证得如来身？所以很多人呢、啊，都不是大丈夫，就是哎呀，这辈子正果没办法了，大般若没办法，大解脱没办法，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念佛来求生极乐世界。注意，你那一句话就讲错了。只有见性的人，他才叫老实。如实用生命意识心念佛的，没有如实，没有老实的。那个老实的念佛，不是写老太婆说那个叫做老实，那个叫方便说。老实念佛是真正的无妄心呢、啊，那个没有妄想心的念的佛叫做老实念佛啊，没那么简单的。所以大家可能啊，对祖师大德会错誉。啊，我能力不够，我老实念佛，像写老太婆，啊，说实在话，这个也要随喜赞叹了，要不然怎么办呢？他的境界能力不够吗？再念一遍：身如柳絮随风摆，心如马蹄啊疾驰奔。若不言下见自性啊，何时能证如来身呢、啊？第二句：弹琴觅知音呢、啊，说法为知己呀、啊。啊，所以在座诸位，你今天师父陀的法，你跟大家相应的话，你就是师父的知己。啊，不相应的话，给一点尊重。啊，给一点，我两个半钟头，我也很辛苦啊，对不对？还要从高雄坐车来，也很辛苦啊，给我一点鼓励，是不是？啊，是弹琴觅知音呐、啊，说法为知己。流水石不流。你看到的那个流水，你看到的万法的假象，你是流水，流水石不流，无浪亦无波啊。其实本质没有浪，也没有所谓的波。诸位，今天如果你妄想心，就会看到的万法；如果你用的真如心，时空完全停止，本不生，本不灭，唯是一心，唯是真如，万法无出。无入，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也不增不减，完全空寂。这个真实的如来法身的生命，这是我们真正的法身慧命啊！但是因为无量劫来的种子习气太可怕了啊！这句再念一遍啦、啊。第二句，弹琴觅知音呐、啊，说法为知己呀、啊。所以你们就是师父的知己，你们做了那么久，就是我的知己。说法为知己了，你能理解师父的心呢、啊？流水石不流啊，无浪亦无波啊。接下来，我们跟道海律师回向一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回向道海律师，回向在座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德，回向各位啊慈悲的义工、出钱出力的义工。一起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以下我念经，你们跟着念：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啊，五点了啊，我的责任完成了啊。啊，谢谢，感谢大家啊。哎，那么看看我们的庄严的司仪啊，哎，要不要讲几句啊鼓励的话？我们跟司仪鼓励一下啊。哎，谢谢司仪啊。感恩长老，真的是句句甘露法语，开启大家的般若智慧。我们多么希望这个时间是停止的，这样的一个法宴是永远永远不散的，一直到我们都成佛为止。我们感恩感恩长老。大家真的太有福报了，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边一起来祈请长老明年一定要再来好吗？我们大家请起立，请起立，以最热烈最热忱的掌声恭请长老明年一定要再来。谢谢谢谢，恭请长老下座。我们大众礼谢长老，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恭送长老回了，热烈掌声恭送长老，感恩长老慈悲莅临说法开示，给予我们大众做了最近距离的加持摄受。